先说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干嘛打他、啊？他又不是郭富城，为什么要叫犬犬出来办演唱会？没有，可是他唱得很像啊。有吗？而且动作也很好，我觉得你唱得很好。你不能这样讲，其实我样子也蛮像的。脱下来，脱下来。够了、好啦，他虽然不是郭富城，也是爱臣嘛。对啊，我已经在救成成、啊、我已经在救你，为什么还在接下去啊？不过说真的，还真的蛮厉害的。我以前在比赛的时候，大都说我长得像他，大家都说你长得像他。对，那些人可能都喝醉了。不是，真的是有点像。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想要整形，整得像郭富城一样？其实我比较想整得像刘德华一样。有没有人心里曾经有想过整容的举手？曾经有想过的，你哦，对啊，你是应该要想一想。而且你刚刚有讲啊，你说你比较喜欢刘德华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边刚好有我们几个啊，范冰啊，整形过的图片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等一下哈，先我先让大家猜猜这个人的特征是。谁是谁？猜一下，鹰钩鼻哦，是不是？鹰钩鼻就是鹰钩鼻啊，你知道了，在低点，那就是刘德华华仔的鼻子。哇！但是怎么刘德华发福了？啊？怎么刘德华感觉发福了？艾辰，你有没有考虑一下，发福可能在形容你自己哦，所以张有可能是你哦。我没发的那么严重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先看嘴巴，嘴巴好了，先看嘴巴，好，先嘴巴。哎呦！哇，菱角嘴耶，有棱有角，这个嘴哦，不错，不错。谁呀？哇塞，性感哦！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大概猜出来了啦，对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看一下眼睛啦。哇！哇，你看眼神迷蒙啊！哇，迷蒙的眼睛还有卧蚕啊！本尊来一下，本尊来一下，看一下，比一下，本尊过来一下，本尊过来一下。哦，怪怪的，其实差不了多少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不错啊，没有，其实差的还蛮多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比较可爱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好不好？下一张，对，下一张，下一张是。有谁啊？有谁？谁？哎呦，哦哦，来看。这个好难猜哦，难猜耶。其实这个的鼻子很一般，猜不太出来。有没有别的特征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嘴巴。叶大同的嘴巴，樱桃小嘴，对呀，叶大同的嘴巴，真的樱桃小嘴哦，好可爱。再搭配上他的眼睛，哦，直接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电视机前面有属狗跟属虎的举手。我给你一傻掉，我太恐怖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谁啊？这谁啊？这完全呢，整的就是金城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小钱，小钱。这样子就看得出来是金城武了啦。眼睛啊，打他打他。这边还有一张，这一张我个人也是觉得，我觉得个人这一张比较帅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不要遮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别人都遮，我都不遮。你现在是想赶快把这一趴做完去休息，是不是？你有这样挂吗？不是，看你这样掉过来啊！不是。这是你吗？这又不是你，这王威好不好？很像王班长哎，这是王班长跟你的脸混合，是王班长是吗？其实不是啦。你等一下，我遮一下，我遮一下。俊雅的嘴巴不像啊，是你呀？哎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啊，我说真的。其实这张如果整成这样，真的还蛮好看的啊，真的还不错。所以意思说，你不能加元昊的基因加起来还蛮好看，而且整成这个样子就可以打赢元昊。没有，那我在这边透露几招跟你们讲，这是要用心，用心慢慢的去。对，其实整形我不反对啦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自己觉得哪里看起来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微整形就好了，不要把脸整完之后回去，哦，人家还以为要招小偷嘞。所以我觉得在整形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对，在这边呢，我们也又
做了一首歌，对对，想要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想整形的朋友，想整形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听听看吧。好，带给你们带这首歌，对对对，你是我的眼。OK， 那你可以把帽子拿掉，换墨镜呢、啊？可以换，我们好。好啊没墨镜，我一闭眼睛就变墨镜了。把眼睛闭起来。如果我能变得帅，不可能，就能轻易得到你的爱。告白不会被你拒绝，还能牵你的手。如果我能变得瘦，想太多，想太多，没围着我到处快活。就能叫他抬起头，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变得高，你做梦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。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快回家，收工喽。很像我的心声啊。真心的美不是错，真错地方才是个痛。花完钱才来后悔，你已经变得四不像了，爱好也没用。眺望着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千疮百孔。是不是医生在我脸上开了玩笑？是谁的错？化作我的福，会让我的皮肤变差处，捏错我的脸，会像吐石流风，它般可怕。拉错我的皮，会让我再也笑不出来。其实真心没有错，只要有自信。你没有，那美丽就在我眼前。不好啊，不是，只是想打你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对，唱得很好了，对，而且我觉得歌词写的实在太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很精彩哦，记得要来哦。欢迎收看今天的这个新兵。会啊，是一个我们全新的单元，就是延续我们之前在庆功宴上面，然后大家都一直唱这个很嗨、很快乐的歌曲，所以我们想要搬到这个节目上面来。没错，可是重点呢，我先来讲了，我们今天这个新兵同乐会是一个示范赛哦，而且我们要先分两组 PK， 分两组，对不对？是一个示范赛，因为接下来如果我们按照正常路的时候啊。PK 赛输的那一方可能要受惩罚哦，受惩罚。今天所以今天是示范赛，拜托，输了没关系。你跟你讲，你这样现在这样讲，那观众就不想看了，怎么会没有惩罚呢？对不对？至少也要来个这个章鱼烧嘛。章鱼烧你不知道什么？来，你帮我拿着。你不能找。哎，他是偶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里面还有规定，就是说处罚的时候不能逃。对不对？我要示范一下。没有，可是我不会弹，我不会弹。你屁！被你整十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会不会弹吗？那大概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分队。哎，可是今天分队很难分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分。不会啊，就谐星。若谐星一组，偶像一组。谐星，那只有你一个人呢？你是谐星啊？那只有你一个人，你输的啊！你好意思讲？我不是谐星啊。好了，讲到这个，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我们的庆功宴的时候，我们就分男生女生组，那不然我们就延续嘛。对, 现场对啊，还原给观众。男生女生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 OK 的啦。等一下，怎么可以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男生两个女生呢？对啊，他可以啊，他是这个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华侨，然后人家。可以，雌雄同体。好，那所以是三个女生一组。对，好，然后三个男生一组。我跟敌军，然后还有艾辰嘛，哈。那你想要带女生队还是男生队？我当然想要带
女生队，我当男生队好了啦。好，那你选男生队，那我好了。今天就大放送了，好不好？我带谐星队啦。对啊，你带偶像组啦。那你谐星队只有带一个人，那还怎么办啊？偶像组的、啊，偶像组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跟着轮轮坐，他是偶像。对啊，我们这样就被污染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我们这边四个，我们四个一队，你压C 组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都是会唱歌的，谁先唱彩拳？还是我们先唱好了，女士优先呐、啊。对吗？好 ，Lady First， OK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嗨的舞台先搞热起来。哦，对，很有自信哦，让你们可以坐享其成的感觉、啊。我们这首歌 range 很广的。真的吗？可是呢，我们在 PK 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个裁判。我们总是不能说自己说好就是好啊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对了。我们请孔康老师来当我们的裁判。哦，好，不错、哦。就直接来 PK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错。好，观众，我们马上就来 PK 啦。也许不一定，我知道我还是一样。